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在波斯湾扣押了艘伊拉克邮轮，并且拘留了七名船员。伊朗说这艘邮轮当时在走私燃油。伊朗半官方的法斯通讯社说，这艘邮轮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法尔斯岛附近被截获。伊朗革命卫队在法尔斯岛上设有一个海军基地。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齐拉希对国营电视台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扣留了一艘是某一个阿拉伯国家走私燃油的外国邮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革命卫队消息说，这个一艘伊拉克邮轮在星期三晚在波斯湾被扣押。齐拉希说这艘邮轮装有70万公升燃油，他并没有透露被拘留船员的国籍。法斯通讯社引述齐拉希说，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在波斯湾巡逻的时候扣押了这艘邮轮，并且说他们有权这么做。齐拉希说这艘邮轮被送往布希尔港，邮轮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美国海军驻巴林第五舰队发言人说，无法证实媒体的报道。伊朗一间英文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录影，显示伊朗革命卫队令到船停止前进并且扣留。这间电视台说，这艘船是在伊朗领海内被拘押，一直在运送柴油。就在上个月，悬挂巴拿马国旗的一艘邮轮被伊朗革命卫队拘押，亦被控走私燃油。